心机战就对了，对，我要让他们觉得说，哦，好像有放个 什么好歌像进有东去，西。嘿之类的。叠太多会很奇怪吧？不要叠太多，不会，就是不会要吗？看起因为来通好常都像是，都有一对一这样啊，对吧？通常都是这样子一条。我有一个专业问题，是，为什么指定有方向分有颜的？色吗？对，哦，因为它的使用方法不一样，一个是，它会一直执行，你说一直重复这样子，对，连闪呐、哦，然后另外一个啊，然后是你就执行一次，就先执行放一好，次，放好一圈哦，嘛，然后再叠看你要的地这个方啊，是执行一次哦，是吗？这个，你现在问，因为下次就我忘你记要啦。这样。这会，样，你会忘记啦，哦，然后打 kill 杨柳飞，哦，太多害了，太多害了，没有，只是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。哦，我的了解，密码，好猛哦！然后还有这个是连在就是橘色或蓝色后面的，这是干嘛的？为什么要连它？哎，没有啊，不是也要下面也要有它个一般的指令方块吗？不用有吗？不用啊，之前好像基座只有紫色的哦。这只有一个颜色，不紫是色吗？啊，哦，好好好，思考中。反正就是它的概念是说，这一个成功执行之后，下两个才会执行。哦，就是那个连接下去的概念。哦，了解。哦，好，博学啊！突然觉得杰克好猛啊！没有，这是我基不本猛，的啊，就果是然是基，是打斜线 TP 的意思而已啊，对啊。啊，就没有摸过指令方块没？那不管，就像等下，好哇！你现在在这撒一切娇的一吗？切都是假的啊！你就会看待会他们在那边跳来跳去，有没有？我就不买了想一个踩真到？的进去。哎，这样很好玩哎！哎，对，你可以买一个真的，你可以买一哇，个，超坏！买下去，嗨！不是买一个 TP 为起点的，哎，对，我觉得这不错，TP 为起点，买下起点坐标，兑换率。起点坐标，-324跟52，这群坏人，那你还看？三二四，哎，这可负以这样三十用吗？二，然后四跟52。二，记得要先，我声音啊，手 P，拿到书的声音，什么声音？这样吧，嗯，看一下，试试看，可以这样用吗？我忘记了。哦，可以，成功。好，我们来旁边看戏啊，我们在旁边看戏。你们先选对啊！哎，他真的跳过，他真的要跳的。你一来就听到你邪恶的笑不能声，不能走旁边呐！打他，把他打下去，把他打下去，打下去，打下去，你下去，你下去，你不能走旁边呐！可是我走没事啊。没事是正常的啊，没事是正常的。那次的跑步是要让他们失望，说哈，就这样而已。哎，巧克力会这样，他们就会发现没有事了。哎，哦，有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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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有事了。很会演。哦，你这个很会。我去，这就是人的惯性啊！哎呀，到底是哪一个呢？把他打去，把他打去。哎，我忘了。开始怀疑耶！哎，我们应该用玻璃砖呐，这样才看得到里面。出去！他走边边呐，惩罚他。被发现了耶！这个好聪明哦。走边边就下去啊，下去拜拜。然后封玻哦，璃，好，对封玻璃，耶！封玻璃。这是什么小动物围观？是不是？小这样才动物看，快死了！什么？还应该用玻璃才看得见，有没有？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有那个回去了。哎呦，聪明哦，会哦，聪明哦。哎呦，聪明的，聪明的。一开始前面都每个都跳了，大家会怕。哎呦，可是你们都放在同个点，所以他们都知道是这个吧？哎，他跟他讲，哎，太友善了吧？没跳起来，你好坏。没跳起来。哎，他们其他人刚进来，真的是一个一个乖乖慢慢跳，哎。对啊，然后后面发现好像都没什么事，然后就用走的，对啊。他跑回去啊！他跑回去超坏。不是应该要放几个假的压力板吗？哎，对啊，没有，哦，对哈，没有没有，其实前面都是假的，啊，小雨你看，只有后面是真的，只有后面一个是真的。哦，是啊。而且我还，
故意在那个压力板下面放指令方式、啊。我要越放越多个会传送回去的喽。他增加很坏。哎哎，我们队伍的先选啊，对、欸，你们两个还没选啊？要选队，选队。对，去彩虹色的，去彩虹色压力板，来不是红色压力板，红色门的压力板，红色门的压力板，想不到。原来是熊，那是熊熊还没有选到队啊。嗯，你说喜，嗯，说熊，没说什么。小熊维尼，红色的，红色的，太难了吧？这个就是了。这边，是每个都是啊？没有，还是有很多不是的。这个就是我们在玩坑爹地图的感觉啊！真的，你们要去记哪一个才有用？要挑。好，来，这个好累哦，这个、心累耶。到底是第几个会被传回去呢？这个时候你就要站着，然后看前面、是不是还可以转角度啊？转角度，哦，可以转头的角度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弄。不要，夜晚就是善意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哎、欸。要特别角度放吧？不是，太有指令。指令传、送过去，你身体会朝哪个位置？我踩中一个不会传送，他踩一个是不会送的。他踩中了一个。太好了吧！对啊，这才叫团队合作，你们就不要那么自私嘛！一人占一个啊！剩几个队友，然后大家记住是哪几个就可以走了嘛！对啊，踩住了地雷，脚不能放开啊！脚放开会爆啊！对啊，这样没有用哎、欸！就踩好，然后待会重复。好坏！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看。不用让他们踩啊，自己可以按啊。踩出来了，直接好了。传到自己的船。最坏的那一种。没有人就是传自己了。对啊，你说最坏，然后杨哥你还按按钮，是不是？是你按的吗？最坏的，然后按一下。对，喜欢。可以传到我了。又传回去。坏的我很喜欢这样子。啊，来了。他们还没选完队，他们还在跳。原来这才是最过分的，超回起点。那你游过泳吗？你说游戏还是游戏？做地图吧，那个蓝色有啊，然后就被虐的很惨，然后就没了。啊啊、平原你也玩过，所以你都玩过了。对，那、你下次没机会了。没有啦，啊、没有，下次没办法当新 PP 了。那你除了那个刚地狱以外，最喜欢玩哪一张？想玩哪一张？你要好好想哦，好好的思考、哦。你的话会决定地图哦。中介吧，中介是不是？好，那个我们玩平原，没有这个时候你就要说哦，平原呢、啊？你干嘛这样？你就说，其实我最爱的就是平原，其实我最爱的是平原啦，对吧？没有，你要说、没有啊，那个除了中介之外，我觉得都可以。既然可以了，就没问题啦。反向思考。对啊。大家都很会，他们好像还有人在大便啊，就不理他们了、啊。哇、开始，好、这个有间谍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观众你还在间谍、哎呦，完了，我要顶嘴了。要顶嘴啊！哎、欸，国王，我好强啊，国王！你看看人家对面国王多有钱。国王，我觉得间谍应该是杰克啦。你要怎样对他，我觉得都可以。投啊！你以为国王只会投人吗？他也会拿出剪刀。不要啦！危险！好可怕、他才不想投人呢，他只想要拿剪刀。所以这到底有没有间谍啊？没有了。你要什么间谍啊、欸？你有间谍，代表你要干嘛？你要自己去对面跟观众玩。哦、no, 还是不要。超级孤单，然后过去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好，我是你们间谍。欸”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泱泱，哎，贵姓？贵姓是什么？
介绍完就游戏就结束了。团长好有钱哦。对啊，可是我找不到你们。哇，中间有往上叠，往上叠哦。那我帮团团铺路。等下我找到小雨了，记得留一个楼梯哦。我有留，有没有楼梯？你楼梯在哪里？没有，要直接叠，直接叠。那我叠上去，我叠上去。叠叠叠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卡头，我头挖一条，我挖一条路给你走。只是你等下上去到上面的时候，你记得把脚下补好，因为你是垂直坑的。哦，你上去。什么垂直坑？对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，哇！你等下同时哦，然后它是直直的往下挖了。真男人挖，白痴哦！我在干嘛？没有，我们永远都不懂。好、啊，走了走了走了。我刚刚拿稿子去挖金矿啦，很好啊。所以旁边的阶梯是反应引挖的，对，安全的安全的。哎呦，脑袋通火来，哇，你这个好猛哦、喔，很会很会，哇，最棒！我可以上去，我可以上去啊！是是，你快上去，赶快赶快！我想一下，哦，又是垂直坑，多一点希望。你哪有再上去？你还在挖钱呢！我要上来，我要上来！我刚刚找不到我的洞啊！你找不到你的洞？我要上去，我要上去！我这里有钱，我要上去，我要上去！走不了，走不了！又想挖，又想挖，见钱眼开。啊，腾腾，中间我去。好。杰克把他挖通了。很有魔力，他不想走了。嗯。走不了。哇，才知道对面有三个绿绿的哎。对啊，对啊，哇，绿色就是潮，还有各种眼睛呢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会陪着我们的啦。对啊，永存我们的心中。哇，怪怪的。哎、欸，好朋友啊，当然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再侮辱我们朋友了，国王。好威一点哦。你干嘛？我刚当国王，你是顶我嘴。哦，哪有，我很乖，我刚才说要保护你耶。啊，你人在哪里？哇，他们已经在炸了，是干嘛、啊？他们好凶，太快了吧？太快了吧？现在没办法炸死人啊！是在炸那个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离我很靠近的声音，很怕很怕。哦，天哪！嗯，哎呦，来来， yeah, 快做事啊！帐篷的都被拿走了，嗯，对耶。的什么的破？这个是谁啊？你猜啊？那是你猜。猜猜看是谁啊？哎呀，二等奴隶。猜猜看，你猜猜看啊！你们好，猜猜看，你猜猜看。哇，我当时觉得我们烦。你不要乱扔稿子啦！谁啊？杰克哦，巧克力金矿借我挖，你金矿借我挖嘛？对，这边国王是铁杆，我以为你已经那个，对不起，我等下帮你挖金。蓝队有人来了，好了，这边国王在矿坑哦，这边国王繁星完了，有人来了，哦哟，我带他走，我带他走，我带他走，你的粉丝。啦！走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啦！我走，我走，对对对对，我走，我走，走走。我走，跟我走。哎，要跟你耶，你的粉丝啦！怎么可能？他还堵住我！啊，可恶！他还堵住我！他想把你带走。繁星，繁星回来，繁星回来！他想要把你关起来。你认真吗？繁星，你先回来，你先回来，看看可不可以来，来不来得及？快点！等下，他后面有黄金，他后面有黄金，我挖一下。哇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！那我先挖，我挖。你挖，我有有，你继续在那。我有钱，我有钱，我有钱，我去换，我去换，我去换。啊哈哈。黄金比较重要。不是，是稿子就输人家了哦，一定挖死人家。输了一截。对面这么凶。你看你脚踏车赢得过人家的摩托车吗？嗯，说不定都是弄好了来回来。说不定，说不定是吗？你可以试试看啊。你看人家阿两连那个。火车都比得过，来来来来来，你骑摩，你骑脚踏车来。不要啦，我骑脚踏车会很可怕的。
会很可怕，多可怕！你会撞到人，还是人家会撞到你？可能都有哦。他都会说是别人撞到他的，干嘛这样子啊？都是这样哦，你怎么可以转过来撞我？撞我不过是红灯左转而已。傻眼呢、欸，会不会开车？多拍。你知道直行车要礼让吗？直行车要让转弯车。你这个路会不会走路啊？走什么斑马线？现在没看到我在过。你这灯打了就要转弯吗？到底哈哈哈哈哈！好凶，你们都这样了，你以为红绿灯要做什么的？我哪有？我不骑车的啦，你们好烦哦、喔！哦，你都撞人哦、喔，你都开车哦、喔！哇，对他都开车，他都开车，他都开车的，他很会开、欸。这个都是你都有司机的，有没有？哎，开车，嗯，师傅你脚下，有我看到，我看到，维尼过来啊，司机。你旁边、啊、有专属的老司机 ，OK 前面的那个老有点多余啊。对，因为老司机是你。我各种开车啊，他叫什么？奇怪啊！没有，刚刚那里有个铁，你没有挖到。哦，然后你就把它挖走了，特别留给你的，特别留给你的。好，没关系，刚刚繁星讲过一样的哦。哎、欸，不是繁星吗？你看 啊，到底是谁嘞？又弄错了！哎呦，到底是谁嘞？不是你们就炸爆他了，早就我已经准备好手榴弹了。对啊，等一下，我要解释，我不是把他收到那个保险箱里啦，把你放在零五叉里面哦。等一下。你想不想进骨灰坛啊？进骨灰坛，好凶哦！这个那边比较安全哦，而且不会热，不会热吗？通风良好哦。对，我帮你找到一个最好的位置的。嗯，哇的！想想看，你到保险箱里面，你就可以慢慢的看整场，慢慢的认得是谁的声音。你就可以抱我们的那个哪边有钻石之类的。抱谁啊？你要抱谁啊？抱位，抱位置啊！你到底想抱谁、啊？自己想，到底想抱谁？你又想抱谁啦？想抱谁啦？哇、哦，你们好烦哦！我们都好烦，因为我们好烦哦。有人来了哦！你应该要去冷静冷静的哦。我来了哦。路比的后面也被挖走了。白痴哦！怎么坐在我屁股？挖的屁呀、啊！哇，好凶、哦！我刚刚一直以为你在讲脏话，我吓到。我也是。哎、欸，问一下，这声音是谁？这是都这么凶的吗？他是露米哦，他叫做露米，他是脏话王。哇，哎、欸，我是缴税王。你要想起王骂脏话三什么？你可以用正常声音说话吗？用正常声音说话啊！啊、哦，好，你可以用很 man 的声音讲话吗？好啊，好、哦，那这个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你们这声音太辛苦了啦，不要虐待我好吗？这是一个磨练，我们少女当磨练师，然后就可以用你也当鸡块嘛、欸，哎。我吸过。我们都可以都要。我全都要。我全都要。很累吗？很累，很累。我喉咙有点干，有没有？喉咙会很痒。对，你看，哦，你看你又抢，被我进，会不会抢走你啊？就是因为你没有那这种声音说话啊。对啊，抢必抢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哎呦，给我滚出去！不要理他，你去玩你的地，你找个地方，我需要一个人生活。请给我巧克力，刚刚那个很像配音哎，那个吧，很像星期天的声音啊，超帅的。连我阿嬷都比你强哦！哇哇哦！